无论你是什么年纪、什么性别、什么背景，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。继一年读新约灵修之后，邀请你一起立志，同35位牧者用3年时间，每日用圣经的旧约灵修读经，让生命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一起实践旧约的教导，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。大马士革是亚兰国的首都，位于一个宽阔的平原，土地非常的肥沃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一起的联盟去对抗亚述，很可惜是失败了。让我们在灵修之前一同的去祈祷。天父上帝，祈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与你合一，因为我们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们。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加为主去火热，藉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我们应该在我们生活当中以靠主为乐，以靠主得胜，以致我们能够过圣徒的生活。求主帮助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，阿们。以赛亚书第17章，上帝要惩罚亚兰和以色列。论大马士革的默示，看啊，大马士革不再为城市，变为废墟。阿罗尔的城镇被撇弃，将成为牧羊之处，羊群在那里躺卧，无人使他们惊吓。以法莲不再有堡垒，大马士革失去其王国，亚兰的百姓所剩无几，如以色列人的荣美消失一般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到那日，雅各的荣美必失色，他肥胖的身躯渐渐消瘦，像人收割成熟的禾稼，用手臂割取麦穗，又像人在利弗音谷拾取穗子。其间所剩不多，好像人打橄榄树，在最高的树梢上只剩两三棵橄榄，在多结果子的旁枝上只剩四五棵。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的。当那日，人必仰望做他们的主，眼目看着以色列的圣者。他们必不仰望自己手所筑的祭坛，也不理会自己指头所做的亚舍拉和香坛。当那日，他们坚固的城必因以色列人的缘故，如同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，这样地就荒芜了。因你忘记拯救你的上帝，忘记那保护你的磐石，所以你需栽上佳美的树苗，插上别样的枝子。栽种的日子，你使它生长；栽种的早晨，你使它开花。但在受苦极其伤痛的日子，所收割的都归无有。敌国都被击败，唉，万民闹哄，好像海浪澎湃；列邦喧闹，如同洪水滔滔。列邦喧闹，如同大水滔滔，但上帝一斥责，他们就远远躲避。他们被追赶，如同山上风前的康比，又如暴风前的碎街。
看啊，晚上有惊吓，未到早晨，他就消失无踪。这是掳掠我们之人的厄运，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。在这一章里面，上帝要惩罚大马士革和以色列，这两者互相结盟，能够藉着一股力量去对抗当时的亚述，只可惜一切都化为乌有，因为上帝要兴起亚述帝国，大军一路南下，好似洪水的猛兽，杀个措手不及，使到这个地方变为荒凉。按照圣经所讲，大马士革变为废墟，以色列的荣美消失了，两者完全的被淹没了，一切都化为乌有了。这种就是上帝对于两个国家的惩罚。另一方面，一个非常重点在这里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内部里面，原来这班以色列人是偏行己路，任意妄为，为自己去做祭坛，用手去做的偶像出来，他以为藉着这些东西能够得到倚靠，但谁不知这些是假的东西。当祸患要来的时候，这些假的神无法去帮到他。将耶和华遗忘的时候，人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自取败亡。因为我们不尊崇他，不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去表达到我们对上帝的敬拜的时候，这种的灭亡来得很快。故此我们要晓得到，最终上帝要惩罚的就是一班恶人，甚至背弃他的以色列民，他一样都要惩罚他们，因为他拜偶像，没有归向耶和华为圣。现在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属灵的现况。在属灵现况里面，最明显的就是看到我们处事为人那种的态度。所以故此我们跟大家去想一下，究竟我们怎能够做好去荣耀神。我们首先问自己，究竟我们有没有偏离神的话语呢？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教导我们怎样去表达出来。但很可惜，我们在社会里面经常被这些经验、世俗的能力或者甚至的方法，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。有时不经不觉之下，我们继续的用很多的时间、精神、体力来去开垦，务求自己去使到自己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人。但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。这个正是好像以色列的人里面一样，他们自高自大，自我为中心，这样属灵的光景就失去了光辉，在侍奉上面又更不见到果效。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在侍奉上面或者处世做人上面有见证呢？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是必须从上而来的那种恩典，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势力，都不是靠自己的才能，是要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。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必须去倚靠神，去经历神，在神里面得着更多的丰盛，让自己处世为人都以神为我们的目标。我们检讨我们的属灵生命之后，究竟我们怎能够去使到自己更加长进呢？我觉得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很明白，在这个社会里面手机非常流行，我们的眼睛再是注目的就在荧幕身上。有时荧幕要我们回复很多的资料，用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神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想，其实我们应该用多些时间精神去注目我们的耶稣基督呢？耶稣呼召我们是作门徒，要跟从他脚踪而行，
最重要的就要学习上帝的教导。上帝教导从圣经当中很显明了出来，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健壮。各位，我们应该要多点时间去看圣经，使我们的生命里面茁壮起来，我们的属灵的情况一定是健壮，为主去做更多美好的事。今集背诵的金句是：当那日，人必仰望做他们的主，眼目看着以色列的圣者。以赛亚书17:7。